我们请所有志工上台，然后跟大家谢谢，然后希望大家明年呢可以继续参加我们的金秋艺术节。然后其实金秋艺术节是靠民间的资源，这样子一点一滴筹备找资金，然后才可以办，可以多多给予我们支持。如果你等一下还有时间的话，我们金秋商品还有很多，大家可以通通把它带回家。好，那请大家到台前，志工到台前，那大家等一下嘛，等一下，我们跟大家谢谢一下。各位，大家快一点，动作快。好，我们要谢幕，我们要谢幕，等一下会有人哭了，主持人先哭。各位朋友，再借大家的掌声，谢谢台上每一位表演者。然后再一个掌声，我们再一个掌声，谢谢每一位志工。等他们全部都出来之后，我们再停止，好不好？还有谁没有来？还有谁？OK， 谢谢大家。那非常感谢大家对金秋艺术节的支持，对柳光英的支持，对保路运动的支持，对鹿港这个地方的支持，还有对农村武装青年的支持。那要成就一个艺术节，不是靠几个人的力量，是靠一群人的力量，而且是靠很多很多的人，从各种角度、各种知识、各种的方式去支持一个在地的艺术节。那这个艺术节它并不单单只是属于柳光英啊，是属于每个人的。那我们希望明年当秋天的风刮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回来鹿港去参加金秋艺术节。那希望在今年的艺术节结束之后，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自己地方有多么有很多人在为地方努力跟付出。那还最后还要感谢今天的灯光跟音响，未来音乐，谢谢未来音乐。然后谢谢还有今天我们很重要的支撑起这个场面的那个我们的所有的摊友。大家知道什么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去参加市集，就是这些市集我们可能我们今天市集有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希望今天的整个的消费是没有包装的，所以他们也很配合我们要去执行这个理念。然后也许这个会造成大家一点不方便，但是如果大家都一点点不方便，然后可以去成就一个理念，去支撑一个理念的话，其实不管，反正就是持续去等一下。他们有一些还没有收，麻烦让他们就可以不用带东西回去，好不好？把他们的东西留下来。好，最后呢，我们要谢谢每一位志工，谢谢他们这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五个礼拜、六个礼拜这两个月来的努力。然后我们要谢谢在场每一位观众朋友给我们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给我们最大的协助，谢谢大家。各位，我们明年见，明年的秋天再见，谢谢大家。